看正前方，我想跟你一样。你想跟我一样？很爽。这就对了，我没看走眼。你很爽，我才有办法教你。刚才那样，我妈知道一定会骂我。我爸也是。刚才很爽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害怕。不平等。我是墙的这一边。对。你站在墙的这一边。妈，我爸房子。妈，我爸房子。父とつつましく暮らす少年の夢。我们要买房子。哇，买房子，买房子，快点，快点买房子。你们不是想开理发店？那是我太太生前的梦想。你不知道吗？过年来哦，帮给冰一冰啦，足足去一杯啦。你很讨厌呢，吹喇叭，不平等。他是房东，大家都叫他老狐狸。卖我爸房子，我们要利用不平等，创造不平等。跟强的人在一起都往上爬，你要跟弱的人混，就往下掉。你不要跟他走得太近，关我屁事！我看着他的背影就知道，失败的人，在乎别人感受的人，关我屁事！关我屁事啊！何もかもが揺れ動く時代の中で、ただ夢を叶えたかった。你想要跟我一样。少年が選ぶ未来はオールドフォックス11歳の選択。